那依据民众所提供之行车记录器发现，自小货车鲜有危险驾驶行为，违规情节重大，于9月26号88快速道路自小货车与大型重机交通事故，经热心民众所提供行车记录器影像发现，其是沿88快速道路外侧车道东往西行驶，与自小货车突然右侧超车，随即造成交通事故。那擦撞后，大型重机车驾驶多处受伤。本分局获报后，立即前往事故现场处理，并于9月26号及27号完成交通事故谈话笔录。初步了解，双方车辆均未装设行车记录器。那双方酒测值经检测为零。那依据民众所提供之行车记录器发现，自小货车鲜有危险驾驶行为，违规情节重大，警方将依相关规定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43条，恶意逼车，处6000至20000元，并吊扣车牌3个月；刑法第304条强制罪，最重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以及刑法185之1，以他法自身公众往来之危险，妨碍公众往来安全罪，触犯者最重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等相关刑责。